城门郊野公园树木茂盛，有山有水，丰富多样的生态很值得我们探索。那里有一只体型很小的正在走过来。对的，是啊，那我们要假装看不见它。登峰的蝴蝶喜欢占据最高的位置，所以我们可以留意树的顶部。大自然深度游，城门美猴王，6月15日星期六晚上7点，港台电视31。